其实你心里是明白的，对吗？去洗洗脸吧，去吧。不能走。姑娘，在下江峰。你如果不服解药的话，十二个时辰之内你就会没命的，你知道吗？多谢姑娘好意，在下知道宜华宫从来不收留外客，尤其是男性。江峰就此告辞。一个人小姐剧毒很辛苦，让妹妹跟你一起分担吧。不用你管，这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姐姐，好了，没事了。姐姐，全了，相公，你看，公主，没有把本公主放在眼里。我们方圣谕捉拿侵犯，误犯贵公，请公主见谅。见谅？
我告诉你们，凡是不请自来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如果我们伤在了公主的手下，我想督主也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怎么，你们居然拿刘喜来吓唬我？好，那我就把你们全杀了，我看他怎么办。是一个特务头子，果然有老花没炸瞎。那些班子全被你解决了，全部都解决了。喂，我是小鱼儿，你不认得我了？他刚病了一场，还没有恢复元气。听说刘喜有个大阴谋。对啊，听说他在练一种吸功大法，练成之后就是用来对付你八月十五公主的嫁衣神功。好啊，那就请几位到宫里细谈吧。八月十五公主，你对新兰已经没有成见了吗？我看她对无缺用情这么真，我也很感动。算了吧。那我是你逼我的。你别怕，这一回我不会用碎心掌了，免得被你认为我就会这么一招。刘喜的吸功大法比起我的嫁衣神功来说，就像是猫和老虎，不能相比。我看你这一点点的武功就别要了吧。现在是不是觉得全身乏力？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把你的武功吸走了一点。你现在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弱女子了，你真的好可怜，以后再也不能练功了。你好很多，媳妇就应该做媳妇该做的事。燕南天不愧是燕南天，这么多年来还是江湖上最厉害的剑。废话少说，燕某今天到这儿来是要向你问清楚一件事，并要杀你。你口气倒是不小啊。我是妖月，我是邀月，我是邀月。我记错了。好。你
你想干什么？姐姐，不要！不用你管。无缺，两朵都是毒花。不要无缺！邀月，你根本就是在枉做小人。18年前，你把风兄弟的一个儿子交给了我。那个就是小鱼儿，而你把另外一个孩子带回了宜华宫，教他武功养大成人，他就是无缺。他们两个根本就是亲兄弟，你希望他们长大成人之后自相残杀，来满足你的仇恨和变态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最爱的男人，他背叛了我。我处心积虑了18年，想让他的两个儿子互相残杀，可是到最后，我还是枉做小人。姐姐，无论是对也好，错也好，你这样只是于事无补，只会让自己更加不开心。不，我不甘心，是所有的人都在跟我作对。好，你们来吧，你们来呀，你们都来跟我作对呀，来呀，快来呀，姐姐。在你身边，永远陪着你。住手！师父，无缺，大师父。二师父，徒儿不孝，来迟了。没有，你没有完。你让我觉得，我这18年的苦没有白费，我吓出了真正的。你真是好样的，师父。
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宜花宫与外界的一切恩怨，统统都了结了。来